觉得这个拍照区要在哪里？还有露营区，拍照就在这边好了，好不好？这边这个腹地，对，这一块。然后呢，膳食区就在这边准备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没问题。反正我们还有那个要就是野餐区，你们要把垫子铺好。好，野餐区在哪里比较好？就在这里好了。对，让我们端过来不会太远。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那个赖董要你的休息区就是在那个象龟的旁边，好吧？象龟哪里？有上面有，上面有。好，那你接下来你要干嘛？我要帮你吗？还是？接下来就是帮我按摩。来来来来，你是他的菜，你是他的菜，太快有反应了，神经病啊，好烦呐，什么意思？这样好像扣扣住就好，扣住就可以。哦，他有塞进去吗？有。这桌子会不会太低啊？好小。所以这个是野餐的桌子吗？对啊，是野餐桌。哦，这椅子太高了。没有，这应该是可以。我看这应该可以调高度的，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把它调高。调高，调高。把它反过，反过来，把它拉起来。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。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。没有，就是。直接面对面，就是两个两个两组就对了，会不会比较好？等于说这边的客人也可以说，哎，你看那个，可以啊，这样嘞，这样会比较好吗？这样好了，好。哎，我觉得办 party 很好玩哎。你不是说想要去露营吗？对，我想说可以带猫小孩去，它是肉干，哦，感觉很好吃嘞，对不对？嗯，其实跟我们人吃的差不多呢。对对哦，好香哦，很香啊，这个香。有一次我妈真的把这个误以为是人吃，她就吃掉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妈后来就傻眼。开心吗，妈妈？